一天的内麻的老鼠们聚在一起开会，嘟嘟哦，喏，松鲁鼠为了这是的微博在一起开会，这里啊的嘟嘟鼠为了是为了家里的，他们在讨论嘟嘟啊，心里咋的，怎么才能不能不被猫抓住？抓住就是攀米的啵，被耍看呀的，不如有老妈打理作业，就是找业攀过看呀嘛的，所以嘟嘟啊讨论咋的，有一只老鼠想了，这的搞法是啥米多嘞？一个好办法，就是你能够的呼吸嘞，在猫的脖子上的那个猫耶的那边嘛，不喏，挂起来没的，一个头领，就是 clock 里不喏，被 clock 里的鼓起来没，所以呢，这样只要猫一走过来。猫啊，脏啊，都乱上来，比如说啊，那些他们就会听到，比如家里面，童年的声音，你卡老里啊，在我家呀里面，老鼠们都兴高采烈，完美的打你的哦，是吧？兴高采烈，采烈的哦，那么人是定好了的哦，喊到去家里的，我们你讲了一下不？喏，这个主意就是第一件，第 idea，第你两个太好了，讲了那的。但大便妹，另一只老鼠，它就的干嘛的？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的虎头来的，怎样才能把铜铃挂到猫的脖子上呢？不如牛娃的，你克劳古沃喏，那个猫耶那边嘛，鲁多青马来的，大家都沉默了。阿龙王对着你的大家来的，一只年老的说，我们经理不能老鼠哦，就是经理老鼠吧的叹了口气，这边差比如说，比如来说到比如来点点，看来接下来哦没有可操作，就是线索的娃娃在的娃娃在路路面的呀嘎的的办法不是好办法，的娃娃在路的呀后的哈里呀的，你两个我们好不熟哟，就是比如来点不哦，那老鼠第二个。当孩子的克里里不哦，讲故事时克里里啊的，不明你表的亲妈的父母的明白一个，应该上语做上语里边吧嘞，外面。阿贝呀，阿贝啊没的，做孩子的听众就是对耶，你哪趟都不认得你呢？阿贝啊没的哦，不管故事有多么老，你不明啊不老听，就是好好好么就是你都要表现出，就是说 expression 特别啊，没看大家特别啊，没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的那种。新鲜感，就是说，可能表表的本名哪趟那些嘛，都是他们哪趟不，恐怕不是那种假的，假铺的本身没有的不，看咱家没有骗，可能是嘛，没有露表没的。设置可以一边听一边好奇的乏味，就是说一边听哪趟音呢，一边好奇说，好奇说吧嘞，色素哦，没呀没哦，好奇的乏味哦，哎，花不如撇多啦，然后我们听花不如撇多啦，是不是？色素那本身没的，没功力的，臭表没，这样的。相互动，对罗密欧老师变了露上这里啊的，不仅呢引起孩子的兴趣，你克里耶的蹦咪蹦嘛，是因为啥木皮包是用的嘛噶，更能让孩子获得克里耶要学习阅读的成就感，就是说 reading skill 也不能奥米木压了流了压心那些的，如果能经常这样的话，比如本身我面的拿到多少的水平呢，父母会惊奇的发现，惊奇是什么属性么？按我的呀，老师。现在我都是里面的不如了，孩子已经喜欢上了阅读，可能要不就是老傻乎都你老毕业对，你 reading 不嘛，我新闻啥都阿别说，我也明白啊，不喏，按到呢，对呀，里面的，第三题就是30岁以前的，阿达都是么专科嘛，做肠道，肠道老师医生看呀，你们叫做皮看呀的不，肠道事业就是说送修那不喏，是外送修那段的卡嘛，滋味说呀达不，你们呀达说啥嘞呀达么，就是外送修表情么呀达，我看啥嘞行吗？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不幸就是，就像这样刚那个意思，我们好不？但大病们不一定是坏事，就是说那个意思路嘞，有路面熬夜。比如说，老师，台湾嘛，我到了台湾前4年了，一直都在美法。COVID-19 疫情第二次带的时候，老师就没工作了，因为公司倒了嘛，公司啊变大了，所以老师没工作了。那时候老师觉得，老师
尝到了事业的滋味。哦，老师龙啊，表示的，因为老师连天龙的龙啊，那嘛比赛啦，不喏，那老师啊，啥呢？从看看看看那的龙啊，那嘛老师撇多呗，连天嘛老师啊，龙那么撇多，啊龙那么撇多啦，切，就是路人那帮的啥啥嘛，啥呢？表明老师你那手呀，让我们不喏，哎，老师是最怕的，老师每天都哭。哦，可是老师讲到底了，但不一定是坏事，真的。老师哎，如果我们 look 起嘛，老师啥的呢？啥的呢？老师喉咙呀，对明白没有那么。开了那么多课嘛，后面老师没有工作场，老师开了很多班了，是吗？所以老师就是，也是老师不能说坏事。老师阿弥陀佛，哦，请你别来路嘞，别路亚多阿不喏，底下照。所以老师，但不一定是坏事。20岁哦，20岁啊，但是那谁哦，之前没当干嘛嘞？就哦够就是够早的哦，够早的固定在一个职业上哦，就是。过早的，哦，过早的，说实话，固定在一个职业上，啊，但那谁也没当听嘛，不咩啊，就是说，说实话，比如说过早的，这你啊，这你嘛，固定说，哦，老师稳定你啊，不，固定说，我当买他啊，在一个职业上，比如说老师说实话，比如嘛，老师台湾要来，老师就是说美容美发不，身边人那种露的，固定有按年嘛，老师说职业上，哎，职业上嘛，老师说过早就做的，一辈子这不啊了嘛，做。哦，相同的工作，这不啊，老马祝你越老牛越老的，也许偏来哪个的才是最大的不幸，就是今晚上我表现的给啥的偏的嘞，老人的恐怕老大娘的，我表现依赖的，你有不呢？我代表阿拉的最大的不幸，事业也许让你想起的，哦，事业就是说送生活啊的呗，你有偏谁来呢？身上没谁吧？说哦，买场就是老砖多嘞，表示多嘞，不喏，很久的梦想，你也就是说，因为话，因为这个表示多多嘞，表示哪一年嘞，也许会哦，激发起来，你自己哦，激发这边吧，然后 cherry，老师，等于你们这套里老师，啊，哎，我困难他，以后干嘛这么没完了，看看。在楼下。哦，也许会激发企业，就是说，楼下谁呗？量你自己都哦，从未发现的那个强力，你也哪个哪流嘞呗？我喏，在楼下最好嘞，偏刚偏来你的，也许偏来哪个？你本来就哦，没什么梦想，你如果要把英文慢慢学，把业绩慢慢学，这时候爱丽丝嘛也会偏来里面哦，鼻子。PRB 也东 RB 也自己去做梦，过 MMS 不了呗，就是偏心那一点不，所以他起码表现拿了。老师讲那也，比如说不管就是教育部分还是工作部分，就是你有就是说你尝到了一个失业的滋味，你不要放弃。就是也许老师若奥秘目撇了，这个老师的故事里嘛不呢，老师真的难受的。老师就是真的今天做起来的哦，老师也挨骂的过，刚才婆婆批啦，开啦不，所以老师老批大兵老白骂不，所以老师刚开始哦会难过，最多一个月吧，哦，可是后面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是该做什么哈，好，那老师就是做1003的哦，那老师已经也发给你们了，那老师那个听力呢啊，我们听一下。一，一天，老鼠们聚在一起开会，他们在讨论怎样才能不被猫抓住。有一只老鼠想了一个好办法，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铜铃，这样只要猫一走过来，它们就会听到铜铃的声音。老鼠们都兴高采烈地喊道：“这个主意太好了。”但另一只老鼠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铜铃挂到猫的脖子上呢？”大家都沉默了。一只年老的老鼠叹了口气，说道：“看来……”没有可操作性的办法，不是好办法。好，开始复述。好，我们再听一次哦。你是哪国人？
才能不被猫抓住。有一只老鼠想了一个好办法，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铜铃，这样只要猫一走过来，它们就会听到铜铃的声音。老鼠们都兴高采烈地喊道，这个主意太好了。但另一只老鼠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铜铃挂到猫的脖子上呢？大家都沉默了。一只年老的老鼠叹了口气说道，看来没有可操作性的办法，不是好办法。好，开始复述。好，谁先讲？谁？可以哦，你们自己来，我不选。谁要讲？没人讲哦，很难过。老师，我讲。好。以前老鼠们就在一起开会。哎，就这个。忘记了。好，没关系。好，谁还要试试？我来了。好。有一天老鼠们聚在一起开会，他们在讨论怎样才能不被猫抓住。有一只老鼠想了一个好办法。铜铃挂到猫的脖子上，这样只要猫一走过来，他们就会听到铜铃的声音。大家都老鼠们都兴高采烈地喊道，这个主意太好了。但另一只老鼠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铜铃挂到猫的脖子上呢？大家都沉默了。一只年老的老鼠叹了口气说道，看来没有可操作性的办法不是好办法。很棒，好好，谁要试试？没有人了，是了。好，那没关系，那再来再一个。获得阅读的。当孩子讲故事时，父母应该善于做孩子的听众。不管故事有多么老，你都要表现出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的那种新鲜感，甚至可以一边听一边好奇地发问。这样的小互动不仅能引起孩子的兴趣，更能让孩子获得阅读的成就感。如果能经常这样的话，父母会惊奇地发现，孩子已经喜欢上了阅读。好，不管故事起孩子的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的那种新鲜感，甚至可以一边听一边好奇地发问。这样的小互动不仅能引起孩子的兴趣，更能让孩子获得阅读的成就感。如果能经常这样的话，父母会惊奇地发现，孩子已经喜欢上了阅读。可以一边做孩子的听众，不管故事有多么老，你都要表现出
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的那种新鲜感，甚至可以一边听，一边好奇地发问。这样的小互动，不仅能引起孩子的兴趣，更能让孩子获得阅读的成就感。如果能经常这样的话，父母会惊奇地发现，孩子已经喜欢上了阅读。好，谁想要试看看，也不一定全部了。你记得多少就是讲多少吗？不一定也全部了，就是不可能全部都会记起来。另外谁想要试看看？没人要试哦。哎，真的很难过。好吧。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30岁以前就尝到失业的滋味，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不一定是坏事。30岁之前就过早地固定在一个职业上，一辈子做相同的工作，也许才是最大的不幸。失业也许让你想起埋藏很久的梦想，也许会激发起连你自己都从未发现的潜力。也许你本来就没什么梦想，这时候也会逼着自己去做梦。好，开始复述。还是最大的不幸。30岁以前就尝到失业的滋味，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不一定是坏事。30岁之前就过早地固定在一个职业上，一辈子做相同的工作，也许才是最大的不幸。失业也许让你想起埋藏很久的梦想，也许会激发起连你自己都从未发现的潜力。也许你本来就没什么梦想，这时候也会逼着自己去做梦。好，开始复述。第八个老师讲那里和马屁他来讲嘛，不弄那老师话不拿他们他不弄理解他不老师话片那老师不好没钱了，孤单了，拿他们家那边没有，不好了压得嘛嘞。好了，再见，龙妹们。你是哪国人？你的序号是多少？好。现在开始第1到3题，请听后复述。一，刘先生和儿子去火车站，进去以后，离开车只有5分钟了。他们跑了起来，刘先生跑得很快，先上了火车。他看见儿子还在车下面，就要下车。列车员说：“先生，不能下车，车就要开了，来不及了。”刘先生着急地说：“不行，是我儿子要坐车，我是来送他的。”啊，好位置。好的，老师。刘先生和儿子
去火车站，进去以后，他们，车只有分钟就要开了，他们跑了起来，但是刘先生跑得很快，险就要车上了，他跟着他的儿子还在车上面，这个时候他就要下去了。这个时候，列车员说：“先生，不能下车了，车就要开了，来不及了。”刘先生着急地说：“不行，这是是我儿子要坐车，我是来送他的。”好，这个这段文那个卡卡再念一次。刘先生和他儿子去火车站，进去以后离开车只有5分钟了。他们跑了起来，刘先生跑得很快，山上了火车 然后他看着他儿子还在车上面，就要下车了。列车员说：“先生，不能下车，车就要开了，来不及了。”刘珊珊着急地说：“不行，我儿子要坐骑，我是来送他的。啊，下一个学生还没有。二，有一个班，大部分学生毕业前就找到了工作，最后只剩下一个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这时候有个大公司来招聘销售代表，年薪30万。于是剩下的这名学生得到了最好的工作。他不是最优秀的，但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我们的一生也许可以更成功，但有时候早早的做出选择，会使我们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啊，微面。有一个班，大部分学生毕业就找到了工作，最后剩下了一个学生没有找到工作。那时候有个大公司来招聘销售代表。年薪30多万，只是剩下的这名学生得到了最好的工作，他不是最优秀的，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我们的一生中，也许可以更好的工作。但有时候早早的教书选择，会使我们失败去更好的发展机会。好，再看阅读这个短文，再念一次。节目少了。好，对的学生，再念一次。你的学的，是比较离谱呢？对不起，哦，对的学的，好。有一个班，有一个班，他不分学生，毕业学，就找到了工作，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这时候有个大公司来，
招聘销售代表，保存的他的年薪30万，积蓄上下来证明学生得到了最好的工作和其他人都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我们的医生。也许可以干长工，但有时候早早的做出选择，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好，能说的春困三，冬天过去了，春天来到了。由于气温变化等原因，人们经常会觉得身体很疲劳，想睡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春困虽然不是病，但是也会影响人们的学习和工作。不过，如果饮食合适，春困是可以减轻或者消失的。比如说，常吃水果、蔬菜，喝果汁儿，少吃油多的食物。好，弟弟水，sorry，水煎蛋。是比咖喱呢？冬天过去了，春天来到了。由于今年变化的原因是人们就觉得身体很疲劳，很睡觉，想睡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春困。春困虽然不是病，但是也会影响人们的学习和工作。不过，没关系，公判没要吧，股票。哎呀，你家还是做歪下来，现在都慢慢做大去了。人们应该吃水果和青菜，喝果汁，少吃食物。好，那个再请那个素面奴再念一次哦。春天过去了，冬天来到了。那时候有一个原因是，人们都浅浅睡觉，人们说的春困，春困。就比如妈咪的那个股票，妈妈迷了，真累了，是。这你，哎呀，好，不赖皮，不这多一点，是吧？不赖皮，怎么样，这多？好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到了。由于气温变化的原因，人们经常会觉得，身体很疲劳，想睡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春困。春困虽然不是病，但是也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学习和工作。不过如果饮食合适，春困是可以坚持或者消失的。例如说常吃水果、蔬菜，黑果子，少吃油多的食物。好，好，那老师第四部分阅读嘛，哈，阅读老师，朗读，朗读老师，writing 编译嘛，你喏，哎呀，
怕比如老师哇不嘞，怕怕两分钟又变一样嘛？那老师有耐心吗？呢？好酷。老师耐心吗？呢？老师耐心吗？嘞？还耐心吗？呢？老师啊，两分钟，老师啊，嘛零米的长辈嘛，我到你那两米的白边了。老师零米的白嘛，老师两米的不白耶，太阳了。啊，就是哦。哦，就是说，有的大伯，我在屋里上下一条鱼片，没漏水的，过年纪的多上学多上，那老师是为了考试嘛，哈，知道吗？是为了你们呐。现在快被那边的马杀皮们了。那那明天领钱吧，喏。老师，哎。你皮呀嘛，老师，我从哪来教老师？比如说，你皮呀嘛，你啊，我啥反正你们那边啥，我们那边没见着哎。今天少不皮呀嘛，我们皮呀的。你干嘛了？好吗？你妈听没听？听没？Facebook 进来。
毕竟生命点呢。嗯，八级了。老师，白色个有表没了？那个一样嘛喏，哼哼，那个一样嘛，别不在这 writing 难度。有啊，有啊，你看，加油啦！啊，碰起嘛。哎，三万嘛的老师了是。就是你多啊，等下别啥，哎，报数类型，短那三两个没毕业哇，明批的报目的标，明东江批的呀嘞，明丽江批的呀嘞，啊，批我咱们明批的老个没毕业嘛，毕业了多啊了不？那没毕业没有过关，明本来江批的，明批的老多啊，没毕业嘛，报三万嘛。那么老师你啊，报机票我也这恁那花费多啊不？所以你那毕业品嘞，还弄嘛？底价弄嘛？弄咩啊？搞咩啊？快，阿啥喷？那么得啥品？好，你那钱不会太那，那证明你脸皮了没？最近能学多少就多少，没关系，就是老师都是给你们练习的，不一定要全部学完呢。可是老师要啥批钱啊？老师明天要逼他嘛呗？哎，他妈，我挂过关了，就是这了。过好过表情的哈里，过得就好了，退路呀嘞。奶奶的，换片过表情哪里？不一定要读大人话会呀，不慢慢没有。我不得三级没了。你来来来来。那是个你讲我哪对啦？冲来就来了，冲来，没人瞧的冲来，啥么嘛？你得几么了？你 F 啊，你几啊？我给你 F 啊，必须要的，等我打。那一年得几万？得了300元，没了。好，那我们开始写哦。老师的时间就是你在俺们那里就行，对吗？不，就是你选谁？那那个如果觉得我们毕业过过过着差一下一路呀吧，你有他们会给加分，那帮太比累吗？就说三明治比啊，比多还是差一点点吧。然后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就是说学读呢不得比较花撇他了，就是微商呢不得比较多记他了哦。所以微商呢不得的哈留过，可以再挣扎的写。那你在俺们那里路线喏，我们要收起来。有心情吗？不要爱英语干净了，上班英语干净了。
张俊，姐。老师，老师，老苏某老师，老师不是老苏，哎哟，皮内比的老师傅，困难来讲了。皮内比皮内比皮了喏，老苏皮开没皮，老苏老黑喏，老黑阿龙没。
待3分钟就结束了。생각이 아마 호강하는 거 好，时间到了，那等一下拍照传给我啊，下课后不要忘记哦。那老师，第五题、第六题，第五题老师请一个学生要讲。那个谁，苏汤面呢？第五题，问题先讲，那等一下答案。它是，然后它是什么样的情景生成？我们理想的生活，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吗？但是呢，如果做人的时候，人的状态是最重要的。那明年快皮也买了。没有。好，Gemily 啊，你第五题接答案讲一下。心理，
态是状态的状态。哦，啊，老师，我认为心理的生活状态是怎么说的？状态是这么一样。我认为心理的状态是，我想有，我想有，哎，等一下了，我考虑一下。啊，没关系。我心里。那不我我也超有老师，每个学生都要老师批呀，没不能好啊，把嘞 writing 一下，比老师这没这要写公众表，还没那么复杂了。行，老师等一下，你俺超过 sequential 一下，并不背嘛，也有可能侬还没有练习好吧？好，那老师。老师。姐，咱们把家妈组开了没？好，第十四课业一些生词，等一下哦。帮扶地图，母亲，帮扶是啊，听听教过少少的不？地图，母亲，而且老师地图是啊，可怕老干净不？喏，母亲就是明白不？明白，那就是说我在那里把它编了不？喏，帮扶地图，母亲就是秘密我教过少少吧，听听吧不？哦，帮扶地图，母亲，啊，温度，母亲，这个是都学过的。温度计，有些学生知道，有些学生不知道。啊，不，简单一个例啊，温度计啊，地图学过了，把它记。那没有学过的三个字，地图化学就是 chemistry， 所以地图化学是 geochemistry。地图物理就是 physics， 地图物理是 geophysics。啊，地图科学就是 science， 所以地图科学就是 earth science。哦，就是老师这个三个是还没学过的，可把老个一直苦了，整个地图，你知道老师不呢？长大一点，第二年 native speaker 那是 Gabriel 嘛，常常畏惧到这个，哎，现在整个地图都搞晃了，就是说搞晃了，就是说哦，这新的比玻璃，哦，整个地图，可把老个一直苦了，一般来说全世界就是这个把老这个把老个容积不，也可以说整个地图。噶把老家就得窟窿啵，比如整个是吧？得窟窿，地处着噶把老家得窟窿。垃圾桶啊，是垃圾，这 HS 给白嘛？老师垃圾那拍啊，不弄台湾嘛，说 less 那拍啊，不弄垃圾桶。同安老师不，垃圾桶就是卖不。速度学过了，弄啊，老师速度呢？有些有给你们造句的，他写字速度很快，读汉字也连弄啊，打面的不？他开车速度很慢。读开车干嘛呢弄啊你也这一直哭哭不、哦、就是老师小时候走路的速度很慢啊老师小时候什么人山沙笑的月不啊老师只是说那个能力活动的浪漫人少的没有我的那块冬天老板冷笑了所以老师小时候老师走路的速度很慢啊老师冷笑的能打你也不所以学习速度很慢啊老师手流行吃饭的速度很慢啊、老师特别上弄答案你老师特别上答案你因为老师来讲我们高中那特别能得到有感情路嘞啊所以吃饭的速度 no 就是速度他开车速度很慢啊东路也啊速度要快一点这个比较慢一点东南比如说老师讲嘛啊路嘛不喏啊老师说老师你看老师讲嘛也不喏老师是比较喜欢速度要快一点的学生因为老师你看讲嘛也不喏你说哎嘛老师东摸摸西摸摸平路广路哦，那种阿米亚，怎么也落块心，你也要比如阿米亚的哟，就是你喏，哦，怎么也落块小乖伊，阿等啊，如阿被妈妈们的哟，就是这。老师起码叫咯，老师哦，不是啊，老师不管是台湾呐，就是去国外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速度要快一点，叫什么？老师，你说台湾嘛不喏，老师台湾没，老师台湾嘛路面那你开啊不喏，你话你哎嘛一出，老师到哪一个一出，哪一个出。那个跟人家住在一起，你不能是说四点才骂你的了吧？四点骂不了你了，啊，七点喏，啊，七点三，啊，七点多，啊，七点六，七点八，所以做什么都速度要快。啊，老师说，老师走路速度很快，老师人稍微弄啊慢的，所以速度。所以这个别话，没老老的，你都没啊，比如你快一点路，比如大家老虎 basic skill 喏，然后老师说你那那 level 面说，就是哪里你快一点的意思一样的，可是就是说老师说 level 面多啊嘛，所以就是在前面增加了就是速度，你速度要快一点。你明明漏不？你能明明漏出来对不对不？所以老师学生不要来问我，老师你快一点的速度要快一点，有差什么？差别什么？
不要难为。你要快一点，就是老师把 business level 马东拿 ，HSK one 读马东拿，我们是 HSK four 下了，就是你要说速度要快一点，能念面面喽。哦，你知道老师明天等下今天跟朋友要出去一起去玩的，还是跟家人？哎，你速度要快一点嘛。哎，就是你赶快做了，不要这样了，你了。让我妈你明天露出，你赶快做不？我们不用讲赶快做了，你速度要快，工作也是同你的岗位。哎，快要下班了，你速度要快点。老师，你请你嘞，现在录了录没 video， 谁多了呗？你赶快做了，我们不要了，速度要快一点。不管是说你那边面露出卡，露的是做礼拜天这样露的嘛，所以我们这家人速度要快一点哈。还有，这是老师三位没跟我们摆的哈不？哦，就是百米就是米达的呀，比一百米多哦，百米赛跑，哦，百米啊，老师米达的呀，所以百米赛跑，米达的呀，比一百米哦，他百米赛跑的速度都米达的呀，比一百米多耶，侬个嘞，哦，像大概都好像，好像就是多变，多变啊，变啊，慢的，滴滴滴，把咱也比滴滴滴那变了，哦，啥子人在弄多了，嗯。哦，就是火箭，火箭就是多变，所以就是像火箭一样快，都会米达的啊，比变为侬啊，多变如何面的不？所以老师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了一个新词叫火箭。火箭老师阅读听力 HSKK 嘛，你们还会看到的，所以要背起来这个火箭。还有就是百米赛跑。百米啊是米达的呀不？对，来不能把它可不能分开翻译的。所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像火箭一样快。好，那老师明天在哪里？没有学过的污染，污染这边你念葫芦里面把它变没？污染，污染呢不代表老师讲呢，听力也会看到，听力老师练习听力的时候也会听到的。还有老师后面 HSK four five six 不能都会看到污染。就是以诺老师你念了，所以说环境不好什么类似的，现在是污染，就是说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啊，水污染，啊，水温污染那些，环境污染是环境啊，我们学过了吧嘞，不问题，环境污染就是不问题，你念不过喏，哦，空气污染是空气就是零度过，老师现在机器就是说就是现在的时代就是用机器的时代，所以就是说老师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的，零度你念不过哦，所以环境污染、空气污染，不问题你念不，零度你念不，还可以就是说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很危险。的不问题啊，答案你也念的，像是不如撇来说空气污染。和病毒啊，这边文件啊的答案也念的，不如没有叫你也念的，甚至大概都撇的。空气污染和病毒，空气污染就是雷中年年末，病毒就是老师有个不满的故事了，不喏哦，病毒，老师就是 COVID-19 嘛，老师有个不满的不，那叫病毒落款了喏，病毒哦，病毒就是有个不满的哦，那个老师疫情嘛，叫 COVID-19 嘛，叫老师疫情病毒不，那老师病毒就是老师有个不满的所以含义不哦。他被感染到病毒，都有个不花故事看下来不病毒啊，所以这个环境很危险，像是空气污染和病毒。好，第二个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不问题，一年五个我不表，请你数完了嘞。所以老师这里也可以学到污染的关于的生词啊，其他的老师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好 ，Let's day eight， 塑料袋。塑胶袋入了口嘞，我们这里是学校学就是塑料袋，塑胶也是plastic 吧呗，塑料袋 plastic 超市的塑胶袋，这里是塑料袋还是塑胶袋老师问他呢，老师这里不嘛塑料袋，对，迷你嘛塑料袋呢，给他，老师要塑胶袋呢。给他，所以老师你这里可以选，因为老师两个都想要加起来哦，塑料袋也是 plastic， 塑胶袋也是 plastic， 塑胶袋 plastic， 塑胶袋也是 plastic， 塑料袋也是 plastic， 所以超市的塑胶袋，就是那个 supermarket 的塑胶袋，plastic ADR 的不是免费的 ，free 不好不，免费就是 free， 还有我们可以带。
哦，环保袋，环保袋是老师便秘动物要的哈密不？老师不马路咪得不耶？环保袋是老师贵呀那个 AD 就多哎不？那老师我们说plastic 怪物一样的不？那贵呀，我们说 plastic 没肉，老师一样的 plastic 有啊嘞，那是老师可以环保的。搞个小小的 A 不表现啊了哦，我嘛说是国内弄的 A 牛 PP 哦，我北山的抽的 APP 老师这种牛 A 的老师，那白嘛东家吧的 shopping mall 里嘛 supermarket 里嘛是东的，哎那里老师环保在路口嘞，过 A 嘛那边面没许多，老师说了些谁多嘞？我们不会买那个塑胶袋，我们会就是自己带环保袋，挂个环保袋的话嘞，不是哦，你越买越就是说，老师哦，就是老师就是保护哦污染环境嘛，所以环保袋就是老师边越拆开的那东西一包，喏，把马路表面水了哈，那这样做哦。不必买呢，不必买，说不需要买嘛，比如说呢，不必买，我也不买了，我也塑料袋了，就是所以呢，老师，你塑料袋 plastic 的，我也不买了，我也，好，那老师水污染，因为你看我说说上面有讲了两个，就是环境污染跟空气污染啊，下面是水污染，因为你看我还有饭盒，饭盒是他们不放啊，他们黑啊不放盒，他们不吃生食嘛罢了。那新我的爸爸呢？跑那边呢？现在 HSK 嘛，我来这帮忙吧。我来新啊的爸爸，还有老师丢掉。上网上面有学过了，丢掉就是特别的。可是老师的课本嘛，不喏，扔掉，扔掉就是老师特别的，属于把那边没扔掉，老师特别的不喏。扔掉就是丢掉那也读也是比较汉字读汉字不喏。你弄了嘛不？老师明天啥子啊？对吧？嘞，造成造成说撇不完嘞，那地场呢？老师造成的不得比造那就是给别往东的哈里一边啥的姐姐啊？因素呀这边啊，造呀撇谁？因素啊，造成的就是癌症，癌症就是 cancer。哦，癌症就是跟啥有个癌症哦，造成癌症的因素跟啥皮肤呀的造呀的是什么罢了不？哦，造成癌症的因素是什么？因为老师 business 里面东西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癌症是为什么发生事？哎，就没有懂的。那老师你给人老师都撒娇撒撒撒的。别人帮侬，我这个 level 嗯，你那比较蛮深。造成癌症的因素是什么？因素是皮肤癌的发生的主要不喏，皮肤癌的长呀、皮层呀、疤嘞。那甜点哦，甜点是得意啥不？甜点吃太多了，得意啥啥原因？会容易造成，会容易那个皮肤癌的造成。哦，皮肤癌的肥胖，增肥啊、胃差的肥胖咋了？我话了呢，肥出来是胖啊，话了是的啊，话了就是我话了呢不？哦。哦，就是说老师第一次参加人会容易造成那个皮肤啊谁的把皮说肥胖哦哇龙膜皮谁的哦那遗传老师讲哪一方面老师你有啥人家讲哪一种他骨渣皮谁不能不只是生活上用到老师考试的时候也当然会百分之百用得到还有生活上老师讲的就是说脑白瓜我就是免疫力漏了卡嘛真的会用得到遗传这边没有来的遗传嘛，老师说的，但是零天是冬天的米粒啊嘞，对住有关系，那是遗传的，哦，遗传的，因为没有来的了，老师说米粒啊，破粒啊，老师啊，就是对住有关系的，老师也是对住有关系，所以老师不能吃太咸的东西，就是那是老师算遗传的，还有老师讲到的最后一个呢，老师都站在这边聊起，谁就有改变的，他本身也他不小心，他吃那个糖果太多了，可是他。那个就是他父母那也有那个老师 C 九有感谢，但是老师遗传的没有来的不，好，那就老师没有来这哈里你还写不呢？所以老师遗传的，那我是遗传的，那还叫什么呢？老师说还叫啊，平面那样咯，哎呀不，这家伙老师和卡利亚的老师这家伙说，哎呀大一起他们老的了，因老师那是遗传的，没有来的不？有可能老师这样吗？这样做。不会遗传的人咯，细节路这些都是在那嘛，怕不拉不细啊不喏。可是老师就是就怕过在过养个侬表演侬都是老师会遗传的，没有来得的不喏。就是说爸爸妈妈个子矮，那当然会生出来的小孩可能会个子会更矮的。那就是老师说的是爸爸是高，妈妈是矮，那老师是中间的，也不是矮也不是高。啊，就是这样。可是老师有些爸爸妈妈两个都身高是太高了，那就是生出来的小孩子，就是他遗传都是说他是个子不会那么高的，就是这样哈。那老师，上天
三天我都把外路把那边嘛，不喏。好，老师你的遗传呢，把大家好个先讲。有些人呢，受努力的，从小就很爱这个，从小从呢小身体，从小呢，身体就不好呢。从小跟那个这个身体就不好，这时候乳腺跟那个这个怎么也没搞不对，有可能是先天遗传造成的，先天做的娃娃阿皮遗传没有来的造成的皮性皮裂的，还是皮瓜了皮裂不，在这里把大便，所以有些人从小身体就不好，有可能是先天遗传造成的。老师是给表演了三天，我不太会用文哦，这个人表演了。可是老师是拍的看嘛，文哦，找到地摊的还能这大锅多一点了。我说地摊香啊，一种天啊，你三天所摆的不？可是老师这个是不能分开了。我们现在就是三天，就是的把娃属于把它变了，没有事。那老师，我遗传了我妈妈的坏脾气，这个坏脾气也是老师会遗传的哦。就是老师问嘛，所以老师等一下，老师的小孩子。等一下，我遗传到老师的脾气。不过我生出来小孩子，可是他可能会像他爸爸，那不太可能吧？他爸爸脾气是蛮好的啊，可是老师是脾气不好啊，所以老师生出来的小孩，可是那老师是很那个，老师是很努力、很读书、很优秀啊，撒拍的你嘛，别娃吧。那有可能遗传到，就是好遗传是比较好吧。坏脾气是我也希望就是不要遗传到这个这点，就是老是坏脾气的哦，不希望就是他遗传到这个坏脾气啊，就是比较希望遗传到老师不能优秀努力读书什么学习部分是老师很希望就是遗传到这点啊，所以我遗传了我妈妈的坏脾气。那后天努力做，老师讲到对着嘛，后天就是就是德巴卡努力后天德巴卡就带不。我是不是能让阿泰投票就在了后天努力那就是老师今天找到这里后天努力体验这怕太多了所以老师这里老师讲到要知道遗传听力嘛老师讲到会那个遇到的还有后天努力听力嘛对呀，妹妹，所以讲啦，听力老人家嘛，后天努力说，把人都不看就是还说啊，牛皮多啊，我那所以不是哦，弄了阿太就在说哟，学们还有教程嘛，那那天的老师讲到这没意义呀，还有老师先天的把话 listening 嘛，把着的吧，喏，那老师，就是这些都是老师听力的哈，前天吃太多了，会容易造成肥胖肥胖就是偶尔了呢，还有癌症，癌症听力嘛，老师爸爸的第三部分嘛，癌症是跟啥有关？造成癌症的因素是什么因素就是皮薄的，还有扔掉 ，someone listening 嘛，把的，讲到你老师就是比较习惯就是丢掉过咯，所以老师扔掉一个就丢掉了嘛，它对于你们来说比较好，还是污染，污染就是老师啊，一年末。还有老师塑料袋塑胶袋不咯 ,plastic 是这个。好那个这个不咯地球化学呢地球物理呢地球科学啊老师本妈巴来说 ,HSKK 老师就是钢体嘛巴拉不咯还有那个老师 HSK Street 嘛巴拉哈巴多啊咯那老师的嘛地球比如不知道你呢特别差吧吹出热环别差吧。